Hello， 欢迎来到上海国际乐器展 Rennie Ukulele 和 Rennie 吉他的体验馆。我是 Vincent Wu 吴立野，Rennie 的市场总监。那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产品，多多支持，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将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 Rennie 的吉他。那么 Rennie 呢，今年推出的吉他呢，是以这个面单款的吉他为主，那么就是致力于打造一个低价位高质量的吉他，提供给各位音乐爱好者。我非常乐意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 M 系列。那么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桶型，但是呢，它的音量、它的低音、还有中音、高音部分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。那么呢，它是一个G 型的一个M 型的这么一个桶型。我们看到呢，它在这个底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共鸣体，所以呢，它的低音部分的力量也是非常足够的，不会有一般小型的那种低音薄弱的那种问题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用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黑檀木的一个指板。黑檀木的指板呢，可以让手感更加的顺滑，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呢，可以让我们只要闭上眼睛去享受音乐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配件这个部分。配件这部分呢，我们 Rennie 今年也是做了很多的努力，所以研发出几款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产品。首先有我们 Rennie 的擦琴布，它除了有一个非常鲜艳、非常多彩的颜色可以选择之外呢，它本身是一个3D 的一个立体清洁这么一个功能。那么无论是擦拭琴弦、擦拭纸板、面板各方面来说，都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表现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Rennie 的这个琴头挂带。琴头挂带呢，它有两个功能，它除了可以挂在这个位置，让我们可以连接背带之外呢，它还可以挂在琴头，让我们把琴挂起来。不是所有人家里都可以轻易安装一个吉他架子，但是呢，所有人都可以在家里有一个钩子，所以我们发明的这个产品，它将以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出售，让大家可以拥有这么一件非常实用的琴头挂带。当然它也可以挂在手上，当做一个很好的装饰品。 OK， 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在背带的部分呢，今年也是做下了很多功夫。我们用的是一个夏威夷的传统的一个图案，那么这个有点像 tattoo 的这么一个图案呢，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图案。然后我们用了黑白红三个颜色去做一个装饰，上面有精美的Rennie 的 logo。那这个皮带呢，这个背带呢，我们用的是一个真皮，还有一个尼龙去做成的这么一个背带。那么除了呢有大背带，还有小背带，有不同的 size 可以提供给吉他或者是 ukulele。还有琴头挂带，你可以把它轻易的挂在脖子上面，就像这样子 OK， 然后你可以轻易的挂上你的 ukulele。 OK， 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将不厌其烦的再跟大家去推荐我们的销售冠军，就是 Rennie 的 C30 这款形式。它是属于 Rennie Poet 这个系列里面的。那么但我们都知道这款产品呢，在国内的销售已经很多年了，而且在国内的销售呢，一直是全单里面的一个领军的这么的一个款式。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琴面上有一个精致的雕花，然后呢，在 bridge 的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同样用的是一个有补偿式的旋钮，然后呢还是一如既往 Rennie 精致的手工一体式的琴颈，完美的拼接位置。我觉得这一把琴呢是非常可以代表 Rennie 的，就是简约、简单、实用。